OK， 好，今天是第十六课啊，第十六课。那么我们讲的是丑位啊，上一次已经讲过了，就是丑这个子和午和午和子是一样的啊，论法是一样的，所以。六冲只讲六个，啊，只讲六个，不可能讲子午了，然后又讲午子，是一样的，好，那么今天我们讲这个，时间呢延长了一点点，啊，就是以后每次都是七点到八点，啊，每次都七点到八点 ，OK。通常我们看八字啊，尤其是。最近一直在 Facebook 讲八字的时候呢，很多学生都很疑惑，就是不知道是怎么看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一开盘就论了，就开始论你这个命怎么样怎么样，就开始讲了，所以就有很多人有很多的疑惑。其实就像是一个中医一样，对啊，他一看你的气色，不用把脉，大概就知道你有什么毛病。啊，一个厨师。他看你怎么样去下那些酱料，他就知道你的菜是什么味道。啊，久而久之大家都会懂的，不要着急。但是千万不要死在一个地方，学八字啊，最重要不要死在一个地方。很多八字的老师和学生，和那些老参就很会看八字的了啊，看了三四十年的，他都死在一个地方，就是背。八字是一定要从背开始的。背熟它开始的啊，六冲六行六害要背熟，相生相克要背熟，但是也败是败在你的背，你死记好像啊，劫财就是泄财，劫财很容易让我们心绪比较乱，它就死背，所以不可以，要活用啊，要活用 OK。 到时候我们谈到寅和申的时候更精彩啊，它是越来越精彩的，啊，好，那么冲了之后，我们就有害啊，害了就有刑啊，刑了就有破啊，应该是今年也是教不完的，如果还有班呢、啊，啊 ，OK， 好，大家现在看到这个八字，以一个有经验的人啊，通常都会问说，啊，你要问什么？这个八字啊，你要问什么？那么我们从这个八字里面呢，我们可以看到什么？这个人是属羊的，啊。属羊的，那么，复寅大家知道吗？复寅，啊，复寅有教过吗？那时候有教过吗？有没有？有啊，没有，没有啊，啊，有没有？不知道有没有？好，复寅其实很简单，啊，就是我们看我们的八字，比如说这边是己未，对不对？这是己未，啊，这个地方是己未，那么己未如果在大运遇到己未的话，就是复寅啊，懂了吗？很简单啊，是不是？啊，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是己未啊，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己未的时候呢，啊，就是复寅 ，OK。那么复寅啊，最怕呢就是比如说这个人的八字，你的八字，你们的八字啊，每个人都有是吗？啊，我说过了哈，你们的八字不要一直拿，不要一直给我们印啊，啊，贵啊，一张几毛钱的。天天来一张，天天来一张啊 ，OK， 每个人不管谁的八字，每次你们在 Facebook 也好，我在论命的时候也好，或者突然间跟朋友喝咖啡，他叫我帮他论命的时候呢，第一件事我们要看的就是什么？就是他的这个丁丑是在什么时候出现？如果这个丁丑是在大运的时候出现，就是我们的月嘛。年月日时，如果你的月是在这个时候出现，啊，丁丑在这个时候看到，那就麻烦了，啊，十之八九呢，这个人呢，如果能够过关，就是命挺好的了，啊，十之八九就死的，啊，死定的，活不了的，啊，但是有没有人活呢？也有，也有的，啊，那为什么要活？为什么会活？就好像癌症。有些人得到了就死了，啊，有些人呢，哎，还会康复，
很奇怪，是不是？啊，但是大致上啊，大致上就等于是癌症了，八字的癌症，而且是末期，啊，而且是末期，能不能救呢？很不好说，不好说。所以，因为他困扰着他十年，所以大运是什么意思？同学们记住，大运的意思，大运就是十年的运叫大运，不是好运。啊，你在走好运了，那不一样；你在走大运了，也不一样。所以很多人会误会，以为说大运就是好运，其实不是啊。所以大家要记住了，深深刻刻的记住。但是流年呢，就一定会遇到流年、丁酉啊、丁丑一定会遇到。所以我们怕的是什么？比如说今年，今年什么年？丁酉年啊，丁酉年在这个年，那么丁了到什么？甲乙丙丁丁丁到戊啊，所以最怕的就是这个是戊，然后这个是酉，对不对？最怕的是戌啊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，有了就到戌嘛。所以如果一个小孩他今年出生，他的八字这个啊是丁酉，然后丁接下来是戊，他这边刚好是戊。有接下来是虚，他这里是虚，那这个小孩就麻烦了。为什么呢？那如果他的他就代表着明年的流年，明年不是戊戌吗？就是他的啊，我们叫做这个复寅年，就这个小孩就特别麻烦，有很多东西要忌讳啊，这里不可以去啊，那边不可以去啊，这样子了，懂了吗？啊。所以你们现在都长大了，不是小孩都不用紧了，但是最怕的就是这边出现。那么通常呢，出现在年的通常出现在这个日的都是 OK 啦，还行的，有惊无险啊。你所以你不要看到，你看丙戌啊，89岁丙戌有没有看到啊？复寅在这个时候，那会怎么样？死了？为什么呢？你不是说还行吗？都89岁了。还不死啊，好意思吗？啊，你要看年龄啦，你要看年龄啊，都100岁了，有没有复寅都是要死了，啊，活着也不好意思嘛，啊，交通都阻塞了。OK， 好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人的八字，啊，这个人八字。那么这个人，我们首先看一个人的八字，一定要把他的大运给抽出来，啊，再抽大。这个大运懂吗？这个好，首先看一个人的八字啊，看一个人的八字，好像比如说这个是11月，对不对？11月大家都要知道是子月啊，是子月，但是他这边写丑，不要怀疑哦，不要怀疑，他的的确确是丑月生的啊。那么我们是一个命理学老师，就应该要告诉他，你是11月27算12月，算十二月。算命的时候他算是12月，懂了吗？好，那么这里啊，我们说到他本身自己这个八字一掀开，第一件事先看他的青色这个地方，如果是星桥软件就看青色这个地方，你的八字也是啊，也要看青色这个地方，因为他要你算跟他算他的运程啊。第二件事呢，要看有没有三会，有没有三会？好像他呢就很有三会的哈，你看啊，寅卯辰巳午未，你看这些啊，申酉戌，这些都是三会，三会比较大，三会比较大，三会是最大的啊，三合啊是其次啊，那么三会是最大的。那么他的八字里面是在走什么运？火运。所以你的八字在走什么运？你应该知道了啊。看了寅卯辰，那就是木嘛，巳午未就是火，申酉戌就是金啊。好，所以这个记住。那么知道了他走火运了，对不对？再把心事给拿出来，拿出来的意思就是写在一张纸啊，拿出来写在一张纸，然后现在就要看了哈，不要忘记他的老大是火，不要忘记三会火嘛。那你看忌火，看到吗？看到哈，忌火，那就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说这个人的运势呢，在这三十年里面呢、啊，是比较辛苦的，
苦在什么地方？是不是有这种疑问？怎么看？现在我是一步一步教你们说，在 Facebook 我是怎么看的？它苦在什么地方呢？火会不会去克它的水呢？会的，会耗干呐、啊，不是克，会耗干。就像水滚了，你不关，它是耗干它，好，会耗干。火会不会克金呢？会吗？啊，也会克金。所以这个火啊，来的相当的麻烦。为什么呢？会克水，也会克金。但是我偏偏我如果让我论的话，我就觉得它的水没有什么大问题，不会耗干它的水。为什么呢？啊，因为它八字没有水啊，对不对？看到吗？八字没有水，耗什么水？那么八字有没有金？没有金，耗什么金？啊，所以没有水也没有金。那么这个时候，你叫他用金啊，你应该要用什么颜色？要用金哦，穿金戴银。你现在做什么工？五金店的哦，很好。不好啊？为什么他都缺金缺水啊？你还叫他去用金用水，他从哪里用？所以他会觉得你说的不准。他每次穿金就很倒霉啊，蓝色，我驾蓝色的车每次蓝嘎，所以你就认为他是不准的。其实不是，因为你在不适当的时候做建议不适当的事。所以一个人八字缺金缺水，就代表他没有金没有水。你要让他用，你要知道怎么用。就好像去冰箱跟我拿一罐牛奶，冰箱都没有牛奶，明白吗？懂我的意思了吗？所以什么时候才可以用呢？那当然在命理学我们就要看他什么时候走水运和金运。69岁才走金运哦，所以你叫他69岁才来找你了。对呀、啊，好，运命都不行了啊，我们就要想办法用三合，还记得三合啊？就要看看你们的八字里面那个三合，三合金。什么是三合金？鸡有啊，有，还有呢？蛇，还有呢？牛。那这个不是蜈蚣，牛。啊，他有没有这个条件？啊，他有一个牛。啊，还有一个什么？蛇。今年几年？鸡年。那不是三合金吗？是不是？是不是三合金？哦，那今年是好的年历，应该要好好的运用。明白了吗？听懂了啊。所以你看了、啊、无形中如果你能被我点破，你就会知道了。不能不知道今年是什么年，不能不知道今年是什么月，不可以不知道的。你看如果你不知道今年，他就白白就浪费了啊。为什么今年有年对他那么重要呢？因为他现在是在走上面这个哈、啊、同学们要记住，上面这个在走五年，下面这个是五年，加在一起叫十年。所以你要会算39、39、40、41、42、43，五年。所以39到43，他在走这个运，辛。44到48，他在走这个运，巳，明白吗？但是老大还是火，所以你现在要做的是叫他用什么？用多一点土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尽量把这个火给消掉，三会火是消不掉的。所以你看，在。你要熟的是什么五行？你要很熟金水木火土，你一定要很熟，一看就知道。要知道怎么样？要不然你会在那边看来看去，只知道哦，你这个冲，你这个也冲，两个都冲，然后呢不懂就是冲，你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。明白啊？看看八字一样，这个是让你们了解说哦，师傅脑子里面有什么啊。那么这个人他会有什么问题？如果他是求学不好，如果他是求升职不好，他不能够求这些。为什么？因为今天我们谈的是丑和未冲啊，他有这两个。而且这个八字丑未哈、啊、是谁当家？记住，是丑当家。记住，你的月永远是老大。
月永远。